好，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警察故事》，表演者孔云龙。您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！刚才自己跟说了一大段评书，这报来，堂堂堂堂一个钟头还不下去。这我就说这挺卖力气的。我说您诸位，这观众朋友确实也有老观众，也爱听，这里边也很下功夫。你这由于干我们这也很枯燥，你里边过去多幸福，总统。你呀、啊，你混到德云社说相声，容易吗？你看这个说笑话，同情可嘉。啊，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单口相声。这单口相声一个人表演不好来，你看两个人往这儿你一言我一语能逗大家伙开心。这一个人呢在台上呢，其实扮演很多的这个角色，这个语言呐、这个情节都得给您交代清楚了。站在这儿说，现在人说单口相声、对口相声都比那个年头好，因为在过去老年间说相声一点地位都没有，相声演员过去没有这个词，那过去都叫玩意儿，干嘛看玩意儿的，瞧玩意儿的都是这个。这天桥这个地方，这是曲艺的窝子，好多的老前辈、能人的都在这个地方混饭吃。剧场里面也是，这个剧场也好多年了，唱过戏也说过相声，在那年都说相声兵荒马乱，演员在舞台上说的哪儿赵云不爱听了不痛快了，这桌子呼一下就飞上了，这真话，茶碗茶壶。德云社有位老先生叫张文顺，张先生为什么脑袋那么瘪呀？这血淋淋的现实，这就是，哼，这。张文顺张先生也是我们德云社创始人之一。我们那时候听老头讲，过去在这个剧场里面说相声。你看现在今天来的观众朋友虽然都不是很多啊，基本上就都坐满了。他就说啊，这个就也有隐形人，隐形人，你看不着他，你看不能看人。你看，你别看来的观众不多，什么身份都有，比如企业的大老总。政府的官员这都保齐啊，这老板什么的，无论您是什么身份，您来到我们这儿来听这个评书听单口相声，您都是规规矩买票对号入座。在那年头不是这样，过去那时候都是来得早的就能坐头里，来得晚的你只能坐后啊。那时候零大钱，演员说的可乐的时候，下面有小伙计下去要钱去，要钱你得会要啊，不是说拿着火了过去之后张嘴给钱借来的钱，你这是要饭的，没有这样的，要不哪行有哪行的规矩，你干我们这就是得客气，嘴得甜，过去之后彬彬有礼，冲人一鞠躬，爷您费心，您费心，这不能说要钱，您费心得说好听的吗？这小伙计眼力得好，不如说什么人过去都得要钱去，也得分呢。在那年头，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位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戴着礼帽穿大皮鞋，这时候就不能要钱，因为在那年头能穿这身衣服那可不是一般人，没准就是商会的会长，你要得罪了他，你这个买卖可能就干不下去了。说这种主就不能要钱，就得接过去找下一个。还有那么一种主不能要钱，伤兵也不能要钱，脾气大呀，当兵的打仗回来了身负重伤，还有身上受伤了，坐在这儿听相声，脑袋上都缠着绷带，这都滋着血从这儿就坐着，滋也不远啊，那时候给加眼伤了，就阴着血，不流血，阴着血，坐着听相声。你新来的小伙计，你不懂事儿，你过去管他要钱去，你过去说爷说好听的呀，金爷，您费心，
就这个要钱。你看这当兵的说出一句话来，认识我吗？别在那年头，你听见这句话，你赶紧走，你别在这儿瞎转悠，赶紧走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句话你不好回答。你要不走，你站在边儿，你回答他什么，你都得挨揍。你回答什么，你都得挨揍。这句话确实不好。你要说认识，不管受啪一嘴巴，认识不要要钱，不带，不毛。你说不认识，啪啪啪，就是让你认识认识。你要不说，他这话不好回答。你回答什么，你都得挨揍。那说实在，那那年头真给你俩嘴巴上好的呢，有比这更狠的，这还狠。你过去时候也是伤兵，你过去要钱去。军爷，您费心，您费心。你看这伤兵，也没带出不高兴的意思，很开心，俩人都快乐出花来了，这特别高兴。费心费心。都怪不易了，蹭一下打兜里掏出一地雷来，你说给你你敢要啊？他是引爆了，连剧场都没了，你这脾气大呀。说这伤兵的那年头一般人也惹不起呀，尤其走马路上普通老百姓，你要看见了你给他让道，你别碰着他，碰他就讹着你。人有话说，老子抗战八年知道吗？拿钱，快点！抗战八年，人家有这话，打八年的仗，拿钱，也没钱吃饭了，就要，你就得给，你不给打你就你还得给钱，就是不好。有那十二三岁的小孩就看出好来了，这也能要钱呢，能发家致富。我也不去，上大马路上，看见谁也就说。老子抗战八年知道吗？拿钱，听着快给钱。你十二三岁小孩太抗战八年，后来一早上在家炕上站了八年，抗战八年，家里没鞋，家里表演困难。说那年头啊，这伤兵你惹不起，还有什么人不能惹？警察也不能惹。警察当然不是现在的警察，就是现在都是好警察，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。在那个年头，那个警察可不是坏人，吃穷人喝穷人拿穷人，外带还气穷人。他感觉他很有权有势啊，反正普通老百姓你惹不起，他就欺负普通老百姓。你真是有身份的人，他也低头哈腰的，他也不敢，就是欺负老百姓。干什么不用花钱？你早上起来没吃早点，有卖那小笼包的伸手就端，嘴里塞，吃饱拉倒，不就走送你钱。那个卖瓜子的那个，有一大妈，做小买卖瓜子，想吃的过去就装，兜里装啊，装满拉倒，不就走，不用给钱，就这么横。你管他要钱，你管要钱，你得局子里去，一抓局子里，你还得花钱，还得数出来，要不你好多人都。不敢惹，卖羊串的，大人烤羊串，羊串熟了，警察一看可以啊，可以，念出溜过去，哎，撸胳膊右子，戳，一下，这一溜羊串瞬间就没了。烤羊串大人就傻了都，哪去了？你这手快，他天天就让他干着。你说警察，你过去，你现在警察多好，文明执法，现在这事儿从来都没有。要什么社会，咱就赶上好社会。那您说的，您乐着。咱说确实是，您那您说那个警察，我说这都坏，也不能说都坏，话不能太绝对了，也有好的，也有那好警察。你别说我们后台有个比如说上李云杰大胖，李云杰家祖上就有干警察的，那有一二大爷，你别说人家这二大爷还是好警察，家里面有点钱，
天天没事儿干，上马路上溜达去。无业游民开始就是无业游民，家里有点钱，没事出去溜达去呗。街坊四邻一看见了，问他干啥呀？大爷那时候年轻也冲，没事耍流氓去。这是玩笑，这是开玩笑嘛。后来家里人说，你不能天天这么吊儿郎当的呀，那哪成的？干个正事儿，咱家有点钱，要不然这样，给你捐个官吧。你就捐个官，买个警察。你这平摊实力自己考，哪没有那能力？家里有点钱，花点钱买一个小警察，天天的，对不对？也挺威风，走大马路上。二大爷想也可以呀、啊，试试呗，先过过瘾。家里花点钱买了那么一警察。头一天上班，穿着一身新警服，戴着大高帽，手里拿一警棍。这警棍过去呢，黑白条那老的那个警棍，拿着警棍，穿着这警服，那跟平时那不一样。哎，我说这制服就是这样，你平时生活当中你走路大散烂的，你穿上之后那腰板马上就挺起来。他也是穿着新警服，戴大高帽，拿着警棍，心里琢磨着。我这警察虽然是买的，我不能给街坊四邻丢人，我得给街坊四邻，我得办点实事。他们有求于我，我就得给他们帮忙。哎，上级也是交的任务，我得圆满完成了，我得先拿个案子去，让上级领导也得重视，先拿案子。心里琢磨上哪儿拿案子去？一扫听去前门。因为前门这个地方过去呢是八大胡同，红灯区啊，您现在是东莞呐、啊，这相对东莞，比东莞还热闹。八大胡同多有名的，全国都有名气。但是那个年头也是分明娼还有暗娼，它不一样。明娼是合法的，国家允许；暗娼这是不合法的，国家不提倡。专门拿这案子偷摸摸干的，就得逮他们。在那个八大胡同里来不来去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拿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个屋里面就是暗场。怎么就一看就知道？常来在这儿走啊，不是进光里，在这走，常来。到门口这怎么办？不能敲门啊，一敲门人跑。踹门，卯足了劲儿把门破门而入，到门口卯足劲儿，咔，一脚把门就踢开。进屋之后必须得横啊，那里面人家吓不住了，就是拿案子嘛，必须吓不住，必须得横。进去之后，起来，起来，听没有？嘴撒开，别亲了。眼撒开，我爸你听没有？那里边人家不当回事，这长得吊门啊。起来，听没有？妓女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也没大往心里去，不害怕，一点不害怕。你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妓女都捂脸。人家人家妓女也不害怕，压根不往心里去。哎，见过世面，站起身来慢悠悠，穿上外套，点根香烟，点根香烟，抽着烟卷儿，在那倚着墙，在那站着。新警察，哎呀，我去！你怎么知道我新警察？一看就是新警察。你们局长在这躺着，你没看着吗？头一天上班把局长逮被窝里，受了受了。吓得一个箭步蹭下就窜出去了，啪把门就关上。局长，您忙呢，您忙呢，我先走，先走，赶紧走。那还不走啊？心里头还寻什么裸呀？今儿出门这不利呀，别看红，别寻裸了。
先找个地儿啊，先歇一会儿，压一精神。走来走去，走到大栅栏，大栅栏有个广德楼，现在也有，也都是在那说相声，过去不是。广德楼在那唱戏，那是一戏园子。到门口一辆好多人排队买票听戏呢。他这二大爷过去呢，也规规矩矩的排队买票呗，听戏嘛，站这儿。刚站这儿，头里有一位，一扭头一看，心情好啊。你怎么知道新警察？嗯，一看就是新警察，老警察都不排队，直接往里闯。嗯，没听说过老警察跟人排队，是吗？行，就往里头走。门敢拦着他？谁敢拦着他？穿警服呢，你知道吗？进来之后找一好座位，头一排。你为什么就头排没人坐？好座位，头一排。坐这儿，刚坐这儿，旁边有一位，一拍肩膀，新警察，你怎么找新警察？一看就是新警察，因为老警察都不坐头一排，直接二楼包厢了，坐大包厢那多气派，直接上楼了。一想也对啊，大包厢多好啊！行，站起身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到楼上，一个人找一大包厢。这时候心里有底气了，一个人坐在大包厢里拍桌子：“服务员，上啥？瓜子儿、花生，赶紧的，听没有？不弄死你们啊！快点上啥？”你想服务员不敢怠慢他呀，管你新警察老警察呢，真惹不起啊！茶水、瓜子、花生都上来了，一大锅子，摆一大锅子，在那夸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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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喝茶喝喽喝喽，一杯一杯的喝。这茶水这东西，你要喝多了，它利尿，这玩意儿是走肾的，你这谁都一样。哎，琢磨着上厕所吧，看这儿有，过去之后推门就进去。进去之后往那儿一站，皮带刚解开了，旁边站着一位，就问他：“新警察，你怎么知道新警察呀？”一看就是新警察，因为老警察都不上厕所，你知道吗？在包厢里就解决了，那多刺激！还有这事儿呢？行，哎，皮带系上，噔噔噔噔跑回包厢。哎，皮带解开了，裤子往下一寸，卯足了劲儿，哗一下。你想，他是痛快，他太痛快了。那楼下都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楼下还有观众呢，还、哎。楼下观众当时就急了，火了，嘿，这谁呀？这是？我说你新警察吗？你？你怎么知道新警察？我废话，老警察就转着圈儿呢，压根没见我一人啊。